们那个风控负责人能不能约出来聊聊？是个大龄女青年。不好意思啊，今天没空。霍总，这没给面子。反正项目我都交上去了，迟早他们得给我说板吧。反正我的标准很明确，不合格的一律驳回。我和我几个朋友一起搞了一个开发 VR 游戏的公司。那资料都留下了是吧？留。您连他的项目书都没看，您怎么就知道他这项目不行？今天我就再好好教教你。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中天娱乐台，我们的婚姻。